而且在这个打击密度上还是一龙明显占有优势。郭球啊，还在做这个前脚扫地的一个假动作啊。在比赛前呢，我跟蔡老师也在聊这个事情。实际上，郭球也从来不是一个善重击的选手，他是一个控制型的。是的，啊，相对于凌厉的克劳斯，相对于这个冷冻击的安迪斯瓦来说，郭球的控制更高出人一筹。可是面对翼龙啊，他跟他硬拼的话，他郭球也没有办法躲了啊。在整个郭球的表现中啊，双方都要来一个飞膝啊，我相信一龙是不是在身体的这个身体的气质上有